民防大队大队长交接典礼，基隆市长林佑昌突然缺席。原来一大早脸书就贴文，出门前在家快筛出现了阳性，强调自己确诊了。因为今天是我们基隆市民防大队大队长的一个布达典礼，那因为市长早上身体不适，然后筛检的时候确诊，所以由我来代表。但是我想市长他还是会很关心市政，他会用视讯各方面跟我们整个团队，所以不会有间隔的。刘昌原定出席警察局民防大队长交接典礼，半个小时前改由副市长林永发代表出席。副市长希望林市长好好休息，有了上市居隔经验，刘昌透过幕僚回应，将持续透过视讯和网络来推动市政。早上呢，大概八点多的时候，其实市长就说他喉咙有点不太舒服，那也还觉得状态有点奇怪，所以他就自己呢在出门之前就进行了快筛。那快筛之后是呈现阳性的反应，那他在第一时间呢也赶快告诉我们幕僚单位，然后赶快交代后面的行程以及后面的这个会议的部分。那其实市长呢说啊，他其实这是第二次进行居家隔离。市政部分呢，他其实会持续的透过网络还有视讯的部分来跟大家进行开会跟讨论，所以这部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那市长的身体状况其实也还不错，他只有轻微的发烧，然后还有喉咙稍微有一点点咳嗽，他也请大家不用为他担心。而民防大队新大队长一职由黄龙庆接任，副市长林永发除了感谢前大队长蔡国志的付出，也肯定新任队长黄龙庆平常热心公益。民防大队也是一个对我们基隆市不管治安各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那之前蔡大队长那也对地方的热心，但是因为身体的状况过世，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他。那我们希望在基隆这个国际城市能够让我们的治安各方面更好。那我们谢谢这些相关的团体，像民防、义交啊等等各方面的大队长以及所有的同仁们、志工们，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